你要是哪儿不舒服，你得赶紧说。我觉得有东西在我脑子里动，像虫子在爬。还有呢？痒痒。已经两个时辰了，还有时辰。王爷，这是第五声了，格格都换乏了。古人云：“笑不露齿，坐不露膝，行不露足。”这种衣服成何体统？这料子。这款式都是最好的，听说这是西洋的格格服。格格是去读书的，他不是去，不是去受委屈的，用不着随洋人的规矩。阿玛，孩儿不换了，孩儿就穿大清的格格服。不管去哪儿，孩儿都是大清的格格，都是阿玛的女儿。魏先生，信，南阳来的，刚刚送到。啊，谢谢。有感觉了吗？没有。穿行，手，一只女人的手，是月仙的小手，她在轻轻地摸我，摸我的眼睛，我的鼻。小的时候。乡里的大夫跟我说过，这世间无不可医治病。此前兄弟有了病，只要抓到病根，按老祖宗的办法对症下药，对症施针，岂有不治之理？可毕竟我未经过医术的研习，只能按图索骥，如履薄冰。究竟治疗的效果如何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花儿
经书上说了，时针三个时辰，浑身酥麻，四肢绵软，须臾鼾声大作。他不会是困了吧？你什么时候见过四弟白天要闭眼？周大哥，大都大不行。要不然咱们给子谦也试试。为什么不要？先放炉上热着。说了得扎满七七四十九个穴位，扎满三个时辰方能见效。我这刚才几针呢？啊，放放放！子谦啊，跟周兄不一样，他这都一个多月没合眼了，肯定是疲惫不堪，见效快是有道理的。那剩下的针还扎不扎？书上怎么讲？好像没说。丁香，也差不多了，早点歇吧。
怎么样了？我不忍心叫醒他们，等他们醒了，再给他们做热的吧。师兄这么睡，不会有事儿吧？应该不会的。那医书上都说了，说有的人会昏睡一天一夜的，说睡的时间越长好的越快。再等等啊。这针刺的法子，兴许在子谦的身上起了作用。 但子谦兄弟的病是心病，不是一两针和几副汤药就能治好的。咱不能久病乱投医，也不能祈求他立竿见影。我认为这汤药还得要坚持喝下去。这次在狱中，我思考了很多问题。 我们对革命太急于求成，没有做好长期革命的准备。当福晋王答应跟我们谈判的时候，我们盲目乐观地认为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。我们太急功近利，太急躁，这才是我们的革命遭受到如此大的挫折。救人跟救国是同一个道理，我们不能在子谦兄弟的身上。 犯同样错误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。许先生从南阳给我来了一封信，他信上说，自打小皇帝登基以后，福晋王就成了最坚定的保皇势力。他们为了保住青藤的江山，在全国。 疯狂的捕杀革命党，我们同盟会损失很大。革命现在已经跌入低谷，他让我们马上撤回南阳，保存实力，等待时机。撤回南阳？你们撤回去了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是上面的命令啊！上面的命令，上面叫你们来你们就来。 啊，把这搞了一团糟，上面叫你们回去，你们就回去了。这烂摊子谁收拾啊？我弟的病怎么办？北王楼怎么办啊？我给你们讲啊，谁也不能走。撤回南阳是为了革命的将来。革命，你除了革命，你还会想什么？听我说一句，魏先生，是我们回去是为了革命的将来。那子谦兄弟的将来怎么办呢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 你们先回去，把我和周鲁留下，等子谦兄弟的病好了，我们再去南阳找你们。我要成亲，我要嫁给王子谦。你添什么乱呀？人好端端的你不嫁，现在想起来了。等他病好了再说吧。 好与不好，我都要嫁。魏先生，你走前帮我们证婚，好吗？兄弟，醒醒啊，兄弟！ 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让你吓醒了，身子不舒服。天还没黑，你睡什么觉啊？这不天亮了吗？天亮了。我睡了多久啊？昨天白天到今天白天，你说你睡了多久？昨天白天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 我昨天白天还是一头一脸一身全都是真的，怎么样？有效果吗？<笑>这针是扎在你身上的，你应该最清楚啊。不知道啊，我就记得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去一个特别特别远的地方，然后醒了之后，我就都不记得了。哎，给子谦兄弟扎了没有？怎么样？
有没有效果？效果？效果怎么了？你说呀，你别老看着我呀。你有点不舒服吗？没有啊，睡了那么久，我挺舒服的。你的脸。怎么了？扎针扎的，一定是扎针扎的。江流，你小子什么都不懂！你小子什么都不懂，你拿个破书你就敢跟我脸试啊你啊！你别忘了，昨天是你主动要求试针的，我说在我身上试你不让。对，是我让你在我脸上试，可我没人给我试成这个样子。可是书上也没说扎完针脸会肿肿啊！你少拿这个破书来糊弄我！你就跟我说什么那个蚂蚁穿行啊，痒痒瞌睡啊！我要早知你给我试成这样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干什么？子谦，子谦。王子谦，啊，王子谦，怎么了？王子谦不见了。啊？不见了？怎么了？王子谦不见了。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不知道，该是不久。天亮前我去看过他一次，还睡得挺沉的，怎么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？少爷，少爷，会馆的大门是敞开的，昨晚我是插了门的，一定是二少爷跑出去了。别着急，咱们四处找找。好。家里有吗？你不把子谦给炸坏了吗？你这乌鸦嘴！我没急，你都先急了。少爷，来，放下了。二少爷回来了吗？没有。魏先生刚放下去，江大哥、周大哥也刚刚回来，都没看见二少爷。赶紧弄点吃的，吃完接着找。你们倒是吃啊！一个个唉声叹气的有什么用？等吃饱了有力气，咱们接着找。你眼睛怎么了？那个，啊，出去找了一天，让风吹的。你吃饭你看我眼睛干什么？你说这子谦兄弟，他能跑哪儿去了？子谦，子谦，子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被打成这样啊？子谦兄，子谦兄，是谁？谁打的？我替你报仇去。你怎么会打成这样啊？啊，子谦，子谦，还好子谦兄弟的脸啊，没被你给扎抽抽。你说咱把他这病治成这样，是见好呢，还是见坏？那还是把他绑起来睡吧。不许绑。我今晚就在那守着他。那咱们轮着守。不用，我自己就成。今天大家在街上跑了一天了，你看看你的脸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
起了。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还抽抽。来，敷敷脸。要不然，你让我再试试，兴许能再扎回来。什么动静？今天又来讨打了？让开，让我进去。这地儿你说进就进的？啊！时间到了，老子要上刑！老子给你上刑！不够劲儿啊！哎呦！给老子上大刑！这回舒服了吧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那么贱呢？哎呦哎呀！哎呀，松开呀！松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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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松开！松开！松开！哎呀！打！松开！打！松开！打！哎呀！你今天想废了我，我先废了你！废了，废了，全废了，绝后了，伤治好了，也是个废人。子谦的病不用治，治好了也是个废人，还不如现在这个样子，什么都不知道的好。你们走吧，
回南阳去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也别再来找我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二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别叫二哥，我不是什么二哥，也不是什么二弟，我根本就没承认做过你们的兄弟，是你们一厢情愿逼我的。我不走，我不会让你留下，独自承受这个烂摊子。这个烂摊子我认了。魏先生，我请你带着你这两位革命兄弟离开这儿，我一天都不想见到你们。还有你，跟他们一起走。我不走，我明天就和子谦成亲。你休想！我们王家不需要媳妇儿，更不需要像你这样的媳妇儿。你们把他也带走，你们的革命需要他。我告诉你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不会离开这儿。我们王家都被你们弄成这样了，还不行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们要炸死傅建国，为子谦兄弟报仇，为死去的革命同仁报仇。王爷，您叫我。格格干什么呢？哦，格格正捧本书读洋文呢。早去早安心，这年头还是夕阳太平啊。王爷说的是。那群混账东西今天又跑到大狱门口大闹了，还打伤了狱卒。他们真是冥顽不化。冥顽不化，蹬鼻子上脸。你出去一趟，让他们赶紧滚出京城，滚得越远越好。警告他们，就说本王再没耐心了。这子谦成现在这样，我也很难过。他是因为认识我们，才被卷进来的。靖王爷明明知道子谦是无辜的，还要对他用刑，只是为了恐吓我，让我放弃革命，归顺朝廷。我曾经请求他们放过子谦，让他们冲着我来。可他们更加残忍地毒打子谦，目的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。他们是一群没人性、吃人的恶魔。我们可以离开会馆，但绝不离开京城。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的，必须报！子谦兄，不能白白受罪，我同意炸死那狗王爷。三哥，你呢？说话呀，三哥！你不会是为了婉玉吧？三哥，你成天喊着要革命，你把我拉进了革命，我现在革命革成这样，子谦兄革成那样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你就不革命了？革命也不是一定要杀人和报仇。那你说革命是什么？怎么革？革谁的命？子谦兄的仇，我的仇，谁来报？你必须要同意。大哥，三哥同意。
三弟，如果福晋王不是婉瑜格格的父亲，你同意除掉他吗？我们是因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，结拜成兄弟的。你说我们的理想重要，还是儿女情长重要？是四万万同胞的性命重要，还是一个王爷的性命重要？我们除了他，不单是为了子谦，更是鼓舞我们革命党人的士气。少爷，少爷。王爷让我转告你，茶馆关张，马上离开京城，否则的话就不客气。赶紧滚蛋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，记住，你们还欠我徒弟一条人命。我同意杀君王。我也同意，不过我有个请求，别伤害婉瑜。门口的对子啊，我都贴好了，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帮你的。姐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吧。姐也没什么可送你的，这套婚服你试试，看合不合身。这怎么成呢？这是你和魏先生成亲用的，这里太重了，我不能收。玉秀，你们日子急，又没时间做，啊，你先穿上。等姐抽空啊，再去做套新的。来，来，哎呦，真好看。方平姐，子谦的婚服有点不合适，你能帮我改改吗？行啊。玉秀，也不知道姐是应该依着你呢，还是应该劝劝你。这一辈子的大事儿，你想好了吗？不用想了，方平姐，要是换了魏先生，你会想吗？我去看看子谦。子谦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刚布置好，你就都糟蹋了。去，回屋去。
子健，在这待会儿啊。怎么了？看好他，让他在你这待会儿。在我这儿？子健，在这待会儿啊。不是，为什么不让他回屋啊？拜托了。子谦兄，子谦兄，来来来，上这儿来啊！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你好生在这儿待着，我还得忙活我的事儿呢。啊，别乱动。不能出去，你听话啊！你媳妇儿交代了，让你在我这儿待着。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啊！要不然你媳妇儿会生气的。吃了枪药似的，就连你那个前怕狼后怕虎的哥哥都敢去炸人了。疯了。给你准备的那些新衣服，还喜欢吗？喜欢。玉儿，明天阿玛让裁缝再给你做几套新衣服，这些旧的就不带了吧。阿玛，旧的我也喜欢，这些衣服既合身又舒适。好，喜欢就好。接着收拾吧，需要什么跟阿玛说。好。